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史莱姆啊，有啊，冇啊，有，喺卡关卡度咧，令人闻风丧胆嗰个。好啦，奇怪大冒险嚟到最后一集，其实都唔系最后一集，因为咧将知道将会出 Stage 6啦，咁样喺，但系而家喺 Android 已经出咗 Stage 6啦，但 iPhone 未出嘅，咁咧。唉，但係呢個奇怪的大冒險我已經成兩個禮拜冇玩啦，發覺睇翻啲 YouTube 嘅 record， 發覺實在係掉低太耐，因為冇計啊，即係呢排太多嘢搞啦，什麼邊樣都係搞，唉，又多新 game 出喎，又想玩喎，咁但係我都嗱聲想完埋呢個啦，咁完埋呢個咧，我想開新 game， 因為咧我想玩 Infinity Blade 啊，咁唔知拍唔拍片啊，咁即管睇下點啦嚇 ，Infinity Blade 3啦係新出嘅一個。遊戲啦，非常之期待，非常之好玩。我已經支持咗啦，我以往三代都係買正版。好啦，唔好講咁多啦 ，Happy End 開始。好啦，這個、呢個咧，呢間好特別嘅就係呢度有個 ID， 原來咧就係 Part of the creativity in 5.1 comes from the player Angry Panda。原來佢係可以即係有啲你有咩想法可以話俾佢聽，佢可以幫你實現出嚟。我覺得成件事幾有趣啊！我已經死咗。好啦，咁咧一開始嘅時候，咁當然啦。Oh yes， 我真係太聰明，太聰明啦我。係啦，咁我想快啲完咗呢個。我發覺我唔可以拖太耐，如果唔係就冇心機玩。即係呢個都係我 normal practice， 一拖得耐我就唔好想玩。跳到盡都食唔到喎。唔係嗰個係企唔住腳嘅，原來企唔住腳咁點咧？咁應該點咧？嘿，喂，該會啦，上面有嘢嘅原來，好明顯要上喺上邊。係啊，話時話近來真係好多。新 game 都想玩，甚至連呢個 Xbox 我都想玩。咁平時我都唔好玩 Xbox 啦，咁但係 GTA 5咧，大家都講到犀利啦嚇，搞到我都心喐喐啦。我想玩埋一份，所以咧我都有興趣玩下 GTA 5嘅。咁盼望 GTA 5係我買到先啦，第一樣我首先要買到呢個 game 係。Life can be saved。lose， 搞錯啊！咁黑人憎嘅 save point 都未見過，都冇啦。必定死嘅 save point， 咁即係其實根本我唔需要食個 save point， 我繼續搭電梯去下一層得啦。太簡單，我知道了。妖撞鬼！所以咧嗱声，唉，完埋呢个大冒险，咁我可以开新 game 啦。唉，同埋嚟紧我都开始忙噶啦，所以拍片嘅数量应该都会大量要减少啦吓，唔系大量，要减少啦。草泥马不死，他们只是慢慢凋零。咦，又可以落去嘅，唔有趣。下面行下边啦。咦？停咗过嚟呢度。即係行上面啦。喂，又嚟草泥馬，咩撳唔死嘅草泥馬？哦，佢哋凋零咗啦已經。好正，你再陰濕啲。Good， very good。嚟啦草泥馬，撳死你，撳死你，撳死你。佢只會死噶啦呢度，唔使驚。太卑鄙啦！呢度
哇，好恐怖啊！你一齊落嚟。即係佢哋去死曬啦！公主，我嚟啦，公主！啊！呢把命係唔食得啦！公主 ，yes， 完成啦六一。嗱，今日咧進展好似好順利啊，睇下之後啲卡成點。我非常之期待 ，come on，please call me。哎呀，又嚟呢啲。是不是鐘又是不知道怎麼頂爛它哪有這麼簡單啊對不起 OK 乖乖地玩一下嗱，我撳曬啲卡咁滯噶啦，都仲爭三個配對，好舊啊！點舊啊？我啲次序唔轉添喎，真係。啊！我已經知道了剩下的三個配對裡面其中一個配對還有兩個配對是什麼是不是關這個 Lucy 的太過分去哪裡啊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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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OK 實在令人覺得困惱啊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自己這樣作戰自己即是這個遊戲是 OK 好玩的如果是不拍片的裡面一拍片呢我覺得這些所有遊戲都變得不好玩他迫使著我在很短時間裡面呢面對著那麼多的觀眾要完成這個關卡實在十分大壓力即我不可以表現到我十分之蠢雖然我已經表現到很蠢所以這個遊戲呢簡直就是黑人憎會不會左邊右邊有些躲起來的關卡沒有啊點解？喂？喂 ？OK，OK，OK。嗱，我已經揾到，仲爭一個配對啫。而家已經揾到啦，揾到兩個配對啦，已經。會唔會啲數目字有得撳啊？公主有得撳，其他有得撳，個鐘有得撳啊，個狗同埋個狗係咪有得撳啊？啲字係咪一撳？嗱，所以話咧，呢啲關卡並唔能夠難到我嘅，話俾你聽。Lose， 雖然我係輸咗，但係我已經知道咗呢個遊戲點玩，非常之簡單啊！哎呀，非常之簡單。難到我咩？講啊，難唔難到我 ？Easy，easy man。I win again。I win again。OK， 中國足咩足協真是一幫傻 X， 不，我可這麼認為。要猜爆先得啊！喂，佢遲出喎、啊。慢出咁點計先？唔要你慢出，我彈弓手。欸？彈弓手係唔 work 嘅。會唔會一撳啊？呢啲人，你這個冇，我同你拼啊！我彈弓手都贏唔到喎。
係咪個時間唔啱啊？我要捉緊個時間，捉緊個時間彈弓手，嚟啊！我同你死過。喂，我已經捉得好好噶啦喎，時間彈弓手竟然都唔 work， 佢慢出喎，而家評判佢慢出喎，搞錯啊！我呢個人頭有得撳㗎，個 lose 有得撳啊，個天線有冇得撳啊 ？No， I don't want any hints， please。撳爆你個眼淚仔！呢啲人會有得撳啊？你只狗五毛，我同你拼啊！我擺明唔係猜包錢就咁簡單喎。是不是我可以幫他按他那個 choice？ 我試一下，我按住他那邊的包，我按住這邊的剪，都不得的。怎麼啊，我 happy end 可不可以給他真的 happy end， 很開心的 happy end， 真的不要給我那麼悲慘那麼可憐的 happy end。 會不會阻止他說話？不，我可不這麼認為，我跟你死過。其實我係出咩都輸過，其實冇用嘅喎。會唔會我逃走啊？我捉走個人。咁點啫 ？Versus 係咪等啊？係咪有啲莫莉關坑等啊？等啊，等佢出先，跟住我先出啊。誒，呢個可能極有極大機會。我等下，佢但係佢唔出喎，我哋出啦，乖啦。佢呢個 versus 咧，再加個咁嘅嘢咧，好熟面口啊！喺邊個 game 裏邊咧嚇？大家記唔記得？呢個係好明顯係有啲喺其他 game 裏邊嘅嘢嚟嘅喎。定係 without suspicion？ 喂，佢唔出喎，佢逼我出先喎。我唔可以收翻個拳頭啊！唔得喎，我 IQ 已經去到極限啦喎，我嘅耐性都去到極限。決定亂咁撳，亂咁撳通常有啲出路。咦？嚇？咦？我個對話好似同頭先唔同咗喎。我點先可以 trigger 到呢樣嘢咧？頭先我做咗啲咩？我就亂咁撳啫喎。睇翻嚟先，我撳。都原本喎，唔通死咗好多次，跟住佢就慢慢去 trigger 到一個另外一個答案，我覺得有啲關係，係同我頭先亂咁撳有啲關係。再嚟，再嚟啊！我要認同佢，我點先可以認同佢？頭先我係不能同意更多嘅。喂，得啦，得啦，得啦。蠢得像狗一樣，不能同意更多，頂，同意都唔得嘅，好煩。唉，咪又係輸，咁真係咩用啫？鴨頭啊，呢個位係喐佢個頭可以鴨頭嘅，鴨頭，鴨大啲，咁即係點啫？零頭啦，一開始，零頭零頭。切，系咪都唔得嘅？鴨頭先啦，鴨頭。喂，我鴨頭唔俾我鴨頭嘅。鴨頭。哎呀，系啊，系啊，系啊，一班傻 X 啊，蠢得像狗。哎，零頭啊，試下零頭。喂，零咗少少又鴨翻頭嘅喂，系咪唔可以零頭噶？我見可以零頭嘅喎。喂，一嚟就幫我鴨咗頭。是啊，傻逼嚟啊！冇錯，柯力係我嘅好朋友。原來柯力係呢一關嘅智勝嘅關鍵，係啦，柯力係人類最好嘅朋友，所以我係唔認同啊。OK， 呢一個即係呢個遊戲嘅作者好憎中國嘅足協喎。OK，anyway。我又過一關了，究竟有什麼可以攔得住今天的我？
今日個簡直係犀利，超勁。这对我来说太高了，但是我怎么下去 ？Ouch！ 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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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制胃有啲嘢帮助，令到我唔会死，点知原来死得更加惨。会唔会我就咁跌落去咧？妖妖怪！怎么可以点？咁啊 ，Happy End 嘅第四关，好，仲有两关，咪做三关就完啦。我感受到我离目标不远。点啊？会唔会有得顶啊？呢啲？我顶都要跳过对面，冇得顶啊！即系冇得顶嘅呢关。个静音有冇用噶？会唔会静音有用？唔得噶喎，會唔會撳可以撳爛嗰個咩啊？嗰個煙筒啊，呢個貓兄弟煙筒。問號會唔會有得撳啊？個掣會唔會有得拉啊？全部都冇啊！會唔會可以喐嗰啲問號過嚟啊？拉低呢個，哦，係可以拉低呢個噶，實在太聰明。喂，妖魔左右不同。Okay, anyway， 唔可以出格啲呢個掣。金錢在這個遊戲裏可是非常重要的我唔會中你嘅伏特公主，你嘅每一次提示係準確嘅。但係見到下面係史萊姆，哎呀大鑊啦！就史萊姆跟住我喐㗎，但係我而家好似係唔可以翻轉頭嘅，咁即係死梗。我知道跳上塊板嗰度啦，梗係佢唔得嘅。哎呀 ，Come on dance with me，dance with me，dance with me，yeah。咁可以點咧？我一死緊，我放手死嘅咯。係死啊！死得好，唔緊要嘅，死有輕於鴻毛，係咪先？即係要頂啲嘢啦，頂多。OK， 頂啦！喂，唔頂得嘅喎，有嚿屎嘅喎，呢個屎內冇喎，有嚿。即係上面呢個問號啦，係咪 ？Crazy Miner， nothing is better than gold。咦，我真係有錢嘅喎，上面嗰度有800蚊喎，我平時冇錢嘅喎。堅料啊！今次真係，咁呢800蚊應該有用嘅喎，我 feel 到。我強烈嘅預感，平時頂得錢都冇錢，今次有用，但我都係死喎。超真係冇用啦，即死梗啦而家。超咪又死，會唔會呢啲遊位可以俾我踩住上？冇喎，係死啊！前面嘅公主我 feel 到係流料嚟，冇咁簡單嘅。個公主隔離唔會有 save point， 一定係啲好陰濕嘅嘢，我已經知道。同埋呢個擺明係唔想去頂嗰個啦，唉，咁即係，誒，我原來可以俾我一個屎屎嘅，啲文號有冇啊？哦，錢嚟嘅，但係呢個錢又同上面個錢唔同喎，咁即係上面個錢係有用喎，應該真係，呢個錢頂完係冇嗰個顯示喺上面。我喺度毒藥毒死佢，毒 Q 色啊！太 easy 啦，但系仲有一隻喎，咁點算啊？做乜搞啊？都係死，喂，仲要吉吉添，即係變咗我係唔可以上去個雲，直接上雲度啦，即係要兜過去食咗 save point 再兜過去啦，冇咁易啩？避開咗佢先，頂咗個錢先。哦，
Okay, I got this. 喂，喂，搞错啊！即系点啊？就史莱姆啊，直招，好烦啊！啲史莱姆无处不在。真要避开完，仲要避开埋嗰个掣睇。Yes, perfect。点杀晒史莱姆？但我如果唔喺呢个云度上去嘅话，我唔得噶。但我一跳就一定死，即系我要过咗呢个烟囱啦。真系呢度接唔到公主喎，同埋我想食翻个钱嘅，但系翻唔到转头，会好似 Limbo 咁样咧，前面嗰啲光射到我，跟住可以翻翻转头。喂，撞鬼啊！撞鬼啊！撞鬼！落对摆明死梗啦！哎呀，死啦死啦！哎，死啦死啦死啦！阿 Luce， 即系唔可以 trigger 到嗰个砖头啦。咦？烟通系会落去？咦？头先我点样令个烟通落去噶？我揿下揿下落咗去嘅，奇怪。Anyway， 即系唔可以 trigger 到个砖头又跳过去。好，试下先。喂，得喎，得喎，哦，踩到呢个嘢就可以翻转头，哇，哎呀，花啊花啊，头先点令个烟囱落去噶？哦，其实我就咁跳过得唔得？喂，佢吉死嘅，唔得嘅。哦，即好似第一开始嗰个烟囱咁样样，哼，轻松，只要我找得住个时间。然之后我要翻转头嚟啦，个钱，但我都接到公主啦。喂，哎，掂 ，Yes， I win。好，哇！呢个咪 Plan vs Zombie， 喂，撞鬼，射佢啊！讲唔切啦，喂，死啊！唔得噶，死咗啦！嗱，咁即系变咗。啊、我覺得是跟剛才的關係有關係，沒理由的，如果不是沒理由，剛才的關係不會突然間突出了錢出來，好可以，我要回到剛才的關係挑戰。哇，要玩到錢，神經病。但是我今唉，即是我要回頭啦，簡單來說。OK， 沒問題。翻转头实在太简单，整到呢个史莱姆呢个位，唔好死 ，good， 点啊？啊呢个位又系我死嘅，呢个死猪就好戆居啊！踩啊！翻转头 ，very good， 即系我可以仲可以翻转头喎。咁但系翻转头我点搵翻个公主咧？呢个系好大嘅问题。嗱，我覺得呢度嘅錢係可以係有啲用，如果唔係冇理由嘅，有啲唔同。但係呢個嘢千祈唔好踩到落去。好緊張喎而家，嗱呢邊都有個彈弓啊！掂，翻轉頭，掂啊，掂個碌蔗。嗱，我覺得唯一一次提示係有啲用，我覺得。Yes, I win. Very good. 嗱嗱，啲錢係有用啦，都話點啊？咁根本上我今啲花係逼人咁起翻冇用。
話時話 Plant vs Zombie 出咗第二集，唔知大家有冇玩啊？我之前就玩咗啦，不過咧發覺已經冇咗當初咧嗰啲恆心啊，以前咧都好中意玩嘅，唔知咧嗰時可能冇乜驚玩啦。哈！呢鋪我仲屈曬機。受死啊 ！Win 嗱、啊，呢度亦都有寫啊，錢嘢就非常重要。提示都算多啊，比咗平時原來呢啲一定冇提示啦。好啦，好緊張，去到最後一關啦。五嘅六係最後一關，我玩咗幾耐咧？睇下先。哇！玩25分鐘，今日真係都算卡得耐啊。話曬最後一個 stage 咗係咪先？好嚟啊 ，Happy End 五六，嚟啊！哇，有啲射嘢喎 ，Marvel 兄弟咁樣真係正啊！嚟啊，我唔會輸咩嘅，坐嚟嘛？咁點咧？係咪真係射得死佢㗎？意思咁樣，死啊！喂，變大咗！喂，救命啊！死咗啦！嚟啦，坐嚟吧，同你死过。呢个系上一关嘅大佬嚟嘅，那个梳嚟嘅，梳嗰个。嗰个。咦，今次唔喐喎，头先喐嘅。喂喂，避唔开喎 ，baby。系咪呢个草泥埋有 QK 啊？哎呀死啦！我原来企喺上面。呢个草泥埋有啲嘢嘅，我觉得。会唔会其实我唔可以杀咗佢啊？佢系帮我冲撞翻起上一关、下一关嘅嘢，但系万一佢唔死嘅话，下一只大佬又唔会出嚟。好矛盾喎、啊！而家心情撞埋又死喎、啊，哼，幾勁啊！係咪可以撳停個時間掣啊？是不得的，救命啊！啊 ，I lose, I really lose。點解我覺得毫無頭水喎、啊？首次，哎呀，死！首次毫無頭水，唔通我要話特登為咗呢一關而開多一段影片？唔會啩？啊唔理啊，卡都要。繼續玩埋落去啦，今集最後一集啦，冇理由就咁算噶嘛，係咪先？會唔會係超快咁射死佢？咦，唔係喎，佢個導彈係喺嗰個位，我可以企前啲，會唔會就冇事咧？企到最慢咁樣就避開個 fire， 我諗好似 tiger 佬啊 ，tiger， 企前啲，呢、這個應該唔會死啊嘛。喂，都死噶，明明掂唔到個火箭喎，真係唔係咁喎，應該掂一下。哇，我避得過好勁啊，救命啊！會唔會有牌？我知啊，左邊係有得走嘅。哈哈，系冇啊！IQ 负300啊，我嘅 EQ 负1000，话俾大家听。会唔会系之前嗰啲关嘅有啲嘢啊？会唔会出边有啲嘢啊？咦，点解会有翻个锁匙？点
究竟怎样呢？会在这些地方有些东西啊？都没有啊，没得过关啊，我应该怎么做啊？现在会不会这些树木有些关系啊？Okay, come on. Here, come to the last stage. 出嚟，再接再厉，但我仲未有头绪啊！而家沙发度，我知睇紧呢个短片嘅你一定好爽，系咪睇我卡关卡到好开心？我话你听，你实在太黑心，或者识得点过嘅你系咪觉得好猛整？点解我谂唔到？我觉得。是冇可能想到嘅。喂，顶住，顶住啊！原来真系拉得喐噶，呢啲掣全部都拉得喐噶。哦，哎，撞鬼啦！啲掣全部都拉得喐，系有啲关系啦，真系。OK， 哎呀，死咗 ，Bear in mind 先啲拉得嘅。你踩住，你踩住咗我。啊，我面好好面对翻呢个大佬先。嗱，我觉得呢啲系有啲用，冇乜可能系甩得喐嘅吓。嗱，我可以讲就系，我觉得自己系天才，估唔到我系咁聪明。但系点样用咧呢啲？顶住佢，顶唔住噶喎。唔通拉得喐只系一个假象？因为遮住只眼啊，遮住只眼用啊。哦，塞住个口啊！喂，照射嘅，正点解照射噶？呃人噶？啊！又死啦！又死啦！我知啦，会唔会真系咁咧？会唔会系摆完佢口度再揿静音？唔得噶，揿唔到静音噶喎！啊！死啦！又死啦！草泥马，估唔到。你咁抽得啊？靜音再拉埋去，得咗啦！太簡單啦，俾你聽。喂，仲有一隻，點啊？係咪遮住佢口啊？又，佢做咩事死咗嘅？哇！拉埋去，我要射死佢喎！死啊！死眼仔！點樣呢只嘢？哦，哦，整佢反彈喎！黐線！唔好再埋啲反彈嗰啲子彈，咁點彈？我知啊，唔通同箭嘴冇關係嘅？會唔會係我不斷反彈就會死啊？喂喂，封唔到啦！哎，好在，喂，撞鬼你啊！哇，好靜啊！突然間，成個世界清靜曬。嗱，我即係第一次玩遊戲玩到咧，佢連啲 control button 咧，即係嗰啲。嗰啲都玩埋咯，我覺得呢一招真係好絕，好絕啊！我會射死佢，唔記得咗。死啦！你草泥馬，真係草泥馬，真係。唉，搞掂啦！
會唔會我要不斷避開不斷射咧？哇，咁都好攰啫！我射到幾時啊，大佬咁樣？喂，佢衝埋嚟喎！喂，衝埋嚟喎！死咗啦！開翻個聲先，好悶啊！避開佢，咁即係關嘅箭嘴事啦，最後。會唔會係吉佢攞油啊？攞個箭嘴，避開子彈先。攞箭嘴吉佢攞油係咪？吉佢，擺喺頭度，吉佢攞油，吉佢攞油，冇用喎，可以點？我究竟可以怎做？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喂，電力不足喎，這時候不玩東西，我插一插電先。咦，我的線呢？這裡。等一下，各位朋友，由於電力不足的關係，我怕條片會沒了，所以我插一插電先。即是我要射它的，都是，我不射它，它是不會過來的。射射條粉腸，草泥馬啦。草泥馬啦，草泥馬呀！啊，救命啊！啊，都係死嘅喎，咁應該點做咧？開翻聲先。啊，忍受唔住咯！我就打呢一關都打十幾分鐘，究竟？喂，喂！好彩撳多次，我冇死到。究竟大家當初點樣過呢關嘅？你哋玩咗幾日㗎？呢度喂，整原來嗰只要撳咗先至可以咩嘅，先可以掹嘅。Yeah。避開子彈先，我知啦，擺喺嘴度，唔擺喺嘴度啦，擺啲咩？擺 pat pat。唉，會唔會有得走嘅呢度？避開佢啊！上面個牌係咪得拉佢？真係唔識玩喎！我想睇攻略，我放棄喎，想好辛苦嚟噶。喂喂喂！哇！果然，只要你捱到最後一刻，唔好放棄。頭先到上一秒，我已經真係想放棄嘅時候，我就贏咗啦！話俾你聽，幾咁簡單，終於贏咗啦！好感動啊！五嘅六都過埋啦，我一個 Monster Hunter。Oh, a true story. Oh, your IQ has 打敗全國1%嘅其他玩家。我是不是真的很蠢啊？是不是 IQ 負得太多？太過分啦！呢一關會有啲隱藏嘢啦，咁 Game over。Oh yeah！ 好、奇怪大冒險終於連載完畢啦！咁當咧 iPhone 出第六集嘅時候咧，咁我就再繼續連載啦。歡迎收睇，今集真係有啲長，唔好意思，希望下一集冇咁長。每次都講呢句，喂。OK 啦，呢個系列總算暫時過一段落，我玩其他 game 啦。再見啦，各位，再見啦，再見啦。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同埋喂推介朋友睇下呢一輯啦，奇怪大冒險。OK， 再見啦，各位，拜拜。